我们园区啊，到市里面去啊，将近70公里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疫。现在压力可以，它后面还有。咱们这个一些防疫啊、检测呀、啊，咱们都在这个园区进行，那么应该讲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、非常好的便利条件。接车的都是安排企业专门过来对接的，我看一下，免费帮我们做，对我们挺方便的，就这样，反正挺感谢。